有空请先练习这首，然后右手的部分有蛮多都是连接线的，呼吸，第五指伸展，第五指眯，然后再次。换第一指，那再来，请注意左手的部分是，小朋友很容易变成第五指跟第三指来弹这个拉多，那要小心，就是右手它其实是一三指的提示，而且它是往下走的。手打开，他练习的就是这样子的三度和声跟六度。那如果觉得愿意挑战看看，也可以一二指。一三二四一五，那左手比较特别，就是第三行跟第四行是把和声变成拆开来的那个阿尔贝提低音。那建议要先暖身，让手指先习惯。